哎，我听说你是一名服装设计师。我是一名创意服装设计师。那你的创意体现在你今天的衣服上吗？嗯，是的。自己创的？自己做的。啊，自己做的。嗯。西瓜也是自己种的。哎，真的，西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。我们家种的那个西瓜真的比卖的那个都好吃，很甜的。你真是自己家种的？嗯，是自己家种的。我们家里种了好多西瓜，还种了冬瓜，还有甜瓜之类的，种了好多瓜的。这个好吃啊！我这个是那个秋凉一下，夏天到了嘛，然后就离不开那个瓜果，要多喝水，要不然就会晒焦了。秋凉一下。今天小仙女有很多作品，这样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。带火柴棒的这个是壁虎小姐，这个的灵感来自于断了尾巴的壁虎。我们家住的是那种四合院，然后我的房间里面一到夏天，那个壁虎都去找我。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断了尾巴的壁虎在那里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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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被它的那个精神给打动了。我觉得这个壁虎它是那种生命力很旺盛很坚韧的那种。本来嘛，我还是在肚子疼当中，我看到那个壁虎之后，我自己就觉得很羞愧了。嗯，就是这个壁虎它的生命力很旺盛吧，我觉得就那些小病小痛啊什么的都无所谓为了，只要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希望嘛。嗯，哎呦，好。哎，这个我也比较有兴趣，就这个是一个电脑键盘吗？这个的作品名字就是不要被网络所禁锢。现在很多的人就上厕所玩手机，吃饭玩手机，走路玩手机，天天就在那里看着手机，哎呀，比见到那个亲祖宗都亲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我们不要被网络所禁锢了。